在啊，芝麻开门节目播出以后啊，造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什么社会现象呢？因为最近啊，在进出南京的各条高速公路上面啊，都大拥堵。交警部门的同志呢，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就去问那些被堵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的私家车车主，哎，你们为什么都往南京跑啊？他们说，我们都是来南京报名参加芝麻开门的。那其实呢，也不需要亲自来到南京，你可以寄 VCR 过来，就只要你的视频资料呢，第一个颜色饱满，第二个亮度够，第三个表达清晰，这样的呢就会引起我们这个选手组导演的兴趣，然后呢就会电话通知你了。当然我们的标准呢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各位看，像这种标准就是非常棒的，一定会被选中。接下来像这种标准，它只是个视频，基本上应该被别人看不到。接下来像这种标准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呢各位赶快拍好自己的视频寄过来就好了，不需要亲自到哦。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看看呢有哪些选手他们拍了怎样的视频引起了我们选手导演的注意，同时也希望他们今天有非常好的表现，好不好？加油啦。两人搭档，一人答题赢取开门时间，一人在关门前讲奖品，三轮过后选手可选择退出或继续挑战，第六轮为终极挑战，选手在90秒内答对全部十题即可赢得所有奖品。欢迎来到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如果你想参加节目的话呢，请按屏幕以下的方式来报名，当然你也可以登录百度来搜索芝麻开门，参加搜商大考验的活动，用你的搜商来赢取上芝麻开门节目的机会。马上请出我们的第一组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都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两位很有热情啊。那这样啊，那首先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刘瑞迪。大家好，我叫张浩。我们来自山东聊城，我们是软绵绵组合。软绵绵组合，对啊，软绵绵。为什么是软绵绵的？让我来解释。不，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让我说，他解释不清楚了。因为平时情侣，我们是情侣啊。我们俩牵着手上来，我也没想你是兄妹，好不好？对啊。难免会发生争执啦，然后一方强势的时候，另一方就会对他说：“软绵绵，软绵绵，软绵绵。”然后他就软绵绵了，就和好了。是谁对谁说软绵绵？都有了啊，比如这样，比如这样，你演示一下，来。软绵绵，软绵绵，软绵绵，就这样。然后我就软绵绵，不过平时他软绵绵比较多了。所以瑞迪，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是学生。那张浩呢？我是做生意的，我自己有一家公司，做变压器制造行业的。哦，所以是自己当企业家。哎，对。是吗？那之前呢？之前我在部队服役。哦，是部队的。哎，对，我在特战队。特战队啊。所以他很能跑啊，我就让他抢东西了。我给一些国家领导人做过安保。还有国外的一些总统吗？哦，所以这个很酷哎，还行吧。你可以给我们露两手吗？看看这个特战队会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吗？就拿他做例子吧，好吗？就拿他做例子，做例子吧。拿我做例子，什么例子？我主持人打坏了以后，旁边其他选手怎么办？对，没关系，没关系，他反正又不会真打啦。我跟你讲啊，张浩啊，就拿他做。张浩，我告诉你，不是听我老婆的吧？张浩，不是张浩，张浩，张浩，对不起，好吧，我是最简单的。所以这就是徒手擒拿而已，对吗？好疼啊！我跟你讲，我这个手已经断了。啊，装的好像啊。真的断了。记好了啊，两位分工已经很明确了。对对。最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最想要那个巴黎双人游。对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互相鼓励一下，马上开始了。好。好。我说我们的口号吧。对。嗯，口号。别看软绵绵，情却比金坚。只要一出手，大奖全拿走。好吧。加油！加油！加油！下去了，再见。首先是一个热身题，是疯狂猜图的游戏，我们来玩一下啊。预备，答题开始。好，这是一部电影，两个字的。香水。这是一个电影，四个字的。长江七号，长江七号。这是一部电影，四个字的。大话西游，是吗？好，恭喜。所以张浩，你可以在后面
的道具当中任选一个。拿袋子吧。对，拿袋子。拿乾坤袋啊，乾坤袋可以装很多东西。来，开始正式答题，请看。历史、文学、地理、影视、体育、音乐、科技和生活，你要选择是？选文学吧，平时比较喜欢。好，文学题。九十秒，答对三题算过关，就会为你的搭档赢取十秒的夺宝时间。预备，答题开始。外国作家福尔摩斯系列基本演绎法。过。武侠人物木王虎的小郡主，福临花雕珠。成语指君权神授，明治后皇帝诏书开头的套语是？那个奉天承运，奉天承运。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下一句什么？道是无情却有情，考到了。外国诗人，十九世纪美国人，作品是《草叶集》。过。夏日绝句，身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好，棒了！我就准备拿东西了啊。那个笔记本哈，那在这儿，这你进去以后往左拐，看到没？看到了。好，看看从武警特战队里面退役下来的老兵，快点跑啊！这个跑得快不快啊？十秒，预备。芝麻开门。好，我走了。在这儿，快点。他跑得很快啊。是，太棒了。所以呢，在第一轮他拿到的礼品有笔记本电脑一台，恭喜。好，这样让他学习用吗？还有奶瓶一个。给若迪，给我表弟，你表弟几岁啊？刚出生3个月吧，正好用到的。他用完以后，将来你们的宝宝还可以接着用啊。好吧。来看看第二轮的题目。第二轮，我高中是理科生，就选科技吧。科技题。答对4题算过关。好。预备，答题开始。化学物质主要成分为氧化钙、虎门硝烟。那个大麻，过。群岛进化论的诞生地，巨型陆龟海鬣蜥。海什么蜥？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化学物质碳的同位素考古学用于特定年代。什么？碳12。碳的同位素。碳14。触摸屏种类，人体电流感应的取代电阻屏。电容屏，这个我知道。IT 名词，对于互联网的比喻说法，形容看不见的主服务器。主机。数据压缩格式缩写，图标是绿蓝红三本书，开发者是罗谢尔。过了。不行就过。办公设备将文字、图片转成电信号，需要接通电话才能传输的是什么？哪个？传真机。口腔疾病俗称蛀牙，小朋友要少吃糖哦。七十。好，恭喜过关。我是不是可以做游戏了？记住我们战略哈，记住哈。好，同时呢，要提醒你刚刚前面第一道题目啊，虎门硝烟的那个化学名词啊，你是没有办法去用大麻去销毁鸦片的，好不好？哦，硝烟的东西不是烟。硝烟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不知道。烟火吧？什么烟火？火柴吧？是生石灰。哎，把那个鸦片放到生石灰里面，然后倒水以后就自动消掉了。好，接下来你有30秒的时间账号，你会怎么用？去玩游戏。玩什么游戏？旅游大奖嘛。推箱子是吗？对，推箱子。节目上一共放有6个行李箱，选手需要把箱子全部放上推车，并推出门外，才能获得相应的奖品。此游戏可以累积完成。30秒，预备。芝麻开门。跑！快点！拿那2箱子，对。慢点。竖着放一个，横着放一个。好，接下来这个游戏呢？出来！放箱子是很需要技巧的。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事，就拿吧。拿了好多啊。是吗？这就能跑吗？他当时选进特战队就是因为他很能跑。来，接下来看看第二轮他拿到的奖品有。首先我们看到的是24寸电脑显示屏，恭喜获得。哇，这个有用吗？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还有羽绒服。羽绒服。这个好，冬天可以取暖吗？这冬天没有呢，你穿，你穿。接下来这样东西，我是特别不建议男生去拿它的，特别是有女朋友或者有老婆的男生，不要去拿它，是首饰盒。哦，我看它方便吗？你把首饰盒拿出来，你就有义务把它装满它，把它填满呐，把它填满哈。好，你愿意把它填满吗？愿意。张浩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可以有 X 光的眼睛看到心头在滴血。没事没事没事，绝对是心甘情愿的，对吧？对呀，我这样才有动力嘛。两轮过后，看看第三轮你要选择题目是什么。第三轮选什么？你这么热爱生活，那就选生活吧。好，那你选生活吧。那就选生活吧。好，生活题，90秒答对5题，算过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答题开始。加油。郡内形似黄花菜又叫智力菇是什么？鸡腿菇是啊，不是那个啊，那个金针菇啊。蔬菜外表红跟绿叶，大力水手的食物。菠菜。食物情人节礼物原料是可可豆。巧克力。树木树中之象，猴类爱吃它的果实。猴猕猴桃吗？不是，行就过，不行就过，过。对，古代服饰，帽顶折叠四瓦楞，古代游牧民族的传统帽是什么？穿呢？过。水果，热带水果皇后，学名大树菠萝。菠萝蜜。中国劳动模范第一代的钻井工人被誉为是铁人的。铁人，他叫什么喜？电商不上有吗？东北话。过。外国食品，东欧国家常见的羹汤，上海话对俄罗斯的音译是？这个我喝过，那个罗宋汤是不是？好，恭喜回答出去。太棒了，赢耶！张浩，这一轮你有50秒的时间，我可以尽情的玩游戏了，一定把它拿出来。对是的，50秒的按道理应该是可以把它推出来，如果是过程比较顺利的话，但是你也要注意时间，千万不要被关在里面了。哎，好的，谢谢朋友。50秒，预备。芝麻开门。跑，快点，加油！谨慎啊，千万不要把它弄倒了。慢一点。加油！慢一点，一边扶着一边拿，慢一点。加油！对，慢，往下来，来。这个一定要胆大心细。对。还有一个箱子，那个推车是3个轮子的，所以非常不好掌握平衡。慢点，注意啊！来，稳定住它，稳住，不要急，还有时间，不要急，慢慢来，可以把它拿出去，慢慢来，哎，时间到，欢迎来跑步的朋友。关注了啊！那么快啊！没有听到啊！没事。所以这个巴黎游已经到这儿了，就差那么几步而已，被关注了。没事，朋友哥，没事了。好吧，不要伤心嘛，我还有话要对你说。是吗？把我放出去好吗？好，那先把它放出来，看看有什么话说。没事，辛苦了。好了。没有把握好时间。没事，朋友哥，没事。我可以说几句话吗？可以的。和瑞迪在一起快4年了吧？我特别喜欢他在我身边那种感觉。我一直没有时间陪他出去玩嘛，他每次邀请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嘛，我都会以工作忙然后拒绝他。其实我也很不想拒绝他，就像这次参加芝麻开门节目嘛，我有很多事情，然后呢我把他暂时放到一边，我怕我告诉我来不了，我怕他失望。然后呢我来之前吧，我自己心里没有底，因为我怕我拿不出来这个游戏嘛。然后我就在旅行社订了2张，
去巴黎的旅游，报一个团，行程就在这个月月底。张浩，我问你啊，就是你事先已经定好了这个，也没告诉他，然后你玩这个，万一这个游戏你玩过了呢？那不多出来两张吗？那个可以退吗？你也不需要退掉它，我觉得留着送给我，我也会欣然接受。来，瑞迪，你要说什么吗？啊，我真的不知道，好感动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啊、瑞迪，瑞迪，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坤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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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加油，加油，拜拜，拜拜。爱就永远如此折磨，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好，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选手。观众朋友们，同一个好，奖品们好。好，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叫做季云竹，然后现在是在湖南长沙的一所知名的培训学校里面教英文，教英文，英文老师。对，嗯，你呢？我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了。我们的组合叫做差很多组合。对，是谁跟谁差很多？说有些人本科就读了五年啊，我现在已经是硕士在读了。我虽然本科读五年，但是我从大三就开始在外面教书，所以的话会比他现在的收入要高特别多，所以叫差很多。我是学生，我理所应当，好吗？所以你教英文的是吗？对，那英文很棒了。并不敢说很棒，但可能略知一二。对，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虽然呢英语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我有个优点，就是我敢说。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的英语差，听起来很费劲，难过的是听的人，又不是我，对不对？所以告诉各位，不要在乎你的英语是不是讲出来很难听，大胆的讲出来，总有一天会好听的。对，好，那今天两位啊怎么分工啊？今天是我来答题，这个、因为我的脸上充满了睿智，而他、就是、没有。其实就是我们分这个工的时候，就因为他脑门比较大，所以就他答题吧，装的知识会比较多一点。好，那不管怎么样的，我们互相鼓励一下，马上开始，好不好？嗯，好。Okay, okay, 我们有个鼓励，来来来，鼓励一下，来。We are the best, oh yeah. Okay, 好， okay, 来三组，来，来，请看一下热身题，请看，加油，六十秒的时间。三题都答对，你的搭档将会获得一样道具。预备，答题开始。加油加油！这是一个游戏动漫，四个字的。喜羊羊。不对。四个字。小羊肖恩。好，这也是一个动漫。这是六个字的，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不对。你要看下面的，它有一个沙发，后面还有一个 A。沙，红色血腥沙发，沙发红腥血色，还有呢？我看你到底能够编多少个出来，好不好？红色沙发美丽，还有呢？血腥红色沙发，神秘血腥沙发，神秘沙发血腥，不能说的沙发，沙发血腥战士，血腥沙发战士。啊，这个还有什么东西？这个。我会告诉你啊，这个正确答案当中根本就没有沙发这两个字。神秘红，不能说的神秘，神秘红色战士。还有呢？神秘，sorry。喂，我这两天天天给你训练，你都干嘛？真的会有点点难哎。其实我们之前真的是背了七八百道题目都没有见过这个。对，我告诉你啊，他刚刚讲了一系列答案，居然说的所有答案里面一个字都没有。那就并没有遗憾了，其实就很牛了，你知道吧？对，所以刚刚这答案应该是《美少女的谎言》哦，我知道了。没有能够得到道具，非常遗憾，但是没关系，我还能抢，没事没事，没关系，靠我的，我靠他啊。嗯，只要你答题不考。看一下第一轮题目：历史、文学、地理、影视、体育、音乐、科技和生活。第一轮选那个科技吧，科技题。对，因为我原来是学理科的，所以应该会有一点点知识的储备。好，九十秒答对三题算过关。好，预备，开始。天体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从地球上看最亮的行星是？金星。船舶种类：极地考察、开辟航道、撞碎坚冰、破冰船。恐龙种类：长得像鸟的爬行动物，最早出现的飞行的脊椎动物。我觉得如果要是太快答完，九十秒就用完了。对对对，但是我想要多上点劲哎，对，这个很简单。哎，你很贱哎，先过，对，机位在哪里？让对，先多拍一下我。生物学名词，退化现象的一种毛孩。这个我也知道哎，过。你真的，
你要慢一点是吧 ？OK。生物门类，体柔软，多数有壳。慢，但不要拍彭宇哥了，拍我。贝类，章鱼。机位在哪里？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也知道哎。算了，就够了，够了。我觉得上帝已经够了。这个叫做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软体动物。OK， 都没有点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大家。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刚刚答完以后，观众没掌声，鸦雀无声，好不好？因为观众都特别讨厌那种臭屁的选手。我没有臭屁，我真的是你真是太臭屁了，你知道吗？想法而已。所以潘然，现在你有十秒的时间，对，准备好了啊？好，十秒，拿那个东西就出来了，不要贪心啊，不要贪心啊，拿门口的随便挑两个盒子就跑啊。芝麻开门，加油加油。OK，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贪心，非常好。紧张吗？好玩吗？还好了，我觉得我应该剩了挺多时间的，我好后悔没去拿那个电脑。没有，你不要后悔，不要有任何后悔。从第二轮开始，我会帮你计时，后面才是该玩的时候。嗯，对啊，前面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啊。哎，今天你们拿到的礼品会怎么样分？看谁适合就给谁吧。那这样好不好？我们把第一轮奖品都送给他，好不好？第一轮那应该是一些。我觉得我怎么会有一种不非常适合你的奖品？我不想。来，我来看看。首先是。10.1寸平板电脑，哦，很棒哎，这个不错哎，棒哎，送给你了，潘然，这个是我的，我对你不错吧？很好，爱你非常好，是不是？对啊，第一轮都送给他嘛。还有一样礼品是女士内衣，哦，非常好，很适合你。OK， 对，因为我妈经常帮我们搞卫生，所以两位应该还挺有默契的。还好吧，但是我并不想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感觉跟他有默契好 low 的。你也很 low 好吗？其实太看不起他了，没有。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轮的题目会是怎样的。刚才答了个理科的，然后我后来去学了文科，所以答个文科的好了，答一个历史吧。哦，我觉得你就是在显摆。这种读大学读5年的果然不一样啊，学的东西都比我们多一点。好了，历史题，90秒，答对4题，你的搭档将会获得30秒的夺宝时间。希望你可以靠谱。准备好了，预备，答题开始。美国二战将军四星上将，甲方乙方应达曾饰演的是过。虚拟社会形态没有的地方，托马斯莫尔提出来的 Utopia， 乌托邦，乌托邦。中国历史事件，商朝因水灾与战乱多次搬迁，渡过黄河搬迁到殷。蒙古大臣耶律齐之父自辽金投靠成吉思汗。耶律洪基，哦不对，那是天文画布里的耶律楚材。清代后妃咸丰的妻子圣母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应该是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慈安太后，古代名画《黄公望所著》同名电影。最近那个很火的那个跟《小时代》在一块叫做什么图？山居秋明，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好，恭喜潘律师。王老太你拿了，加油！我觉得我好紧张，我总觉得加油啊，不要辜负我的时间。OK， 你有30秒，准备怎么样来好好利用它？考虑玩个游戏，把车开走了。所以你要玩鸟人游戏是吗？来推车。对。体感游戏飞翔，选手需要模仿大屏上的超级英雄，先飞越楼层，然后通过打击动作敲碎玻璃，解锁汽车的一部分。只有汽车的4个部分全部解锁，选手才可以将实物汽车推出门外，获得汽车1年使用权。此游戏可以累积完成。30秒，预备。芝麻开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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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计时，加油加油！我在哪？飞起来！一定要找到那个投射点，这样子飞的话就会比较快。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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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所对应的就是你面前的那辆车。飞飞飞！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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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拿东西拿东西，拿几个东西好了。哇！可以多拿两个。对，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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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保守了，还有很多时间。哎呀。不用过于紧张，不用过于紧张，没关系，没关系，够了，够了。他还有6秒的时间 ，OK， 也不算太多，但是其实可以把那个剩下的几个小礼盒拿走啊。对，好，那第二轮的礼品你是自己留着还是送给他？第二轮还是要看那个礼品是什么吧。如果实在我用不着，留着也没有用。我觉得这一轮就一分一吧，正好两个盒子，一样大的，一人一个是吗？对，谁要第一个？这个等出来再说吧。这样啊，我告诉你啊，这东西里面有贵的。有样贵有样便宜的，两个差价很大。但是呢，我不告诉你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自己选。第一个谁要？我要。你要？哎，我第二个了啊！我第二个，第二个了啊！所以第一个盒子里面，恭喜你获得鼻毛剪。
哇，很棒！熬夜我赚了，我非常注意形象啊，我觉得很适合我。第二样东西的话，价值就比较大了，恭喜你获得婴儿车。哦，很棒 ，OK， 很棒。我可以推你出去吗？我要这个真的挺还挺贵的，对不对？给你表弟吧，在现场的。表弟呢？可能才能用。嗨，哎，等一下，我刚我问表弟呢，就旁边他爸爸举手了。哇，我还以为你表弟去了。好，那看看第三轮你的表现会怎样？来，请看。啊，文学、地理、影视、体育、音乐、生活。生活选一个，选文学吧。好，文学题。你确定你个理科生？那个是个人应该还是有点文学的基础吧？加油了！九十秒答对五题算过关。预备，答题开始。山坡羊，潼关怀古，百姓苦。下一句是。王百姓苦。古代文献，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经史子集》四部。四库全书。桃花庵歌，别人笑我太疯癫。下一句是。他人笑我看不穿。对，哎，怎么讲了？别人笑我太疯癫。他人，错了，错了。他人笑，笑我太疯癫。别人笑我太疯癫。过，先过。当代作家，台湾心灵作家，遇见未知的自己。张小娴，过。武侠人物神龙家教主夫人韦小宝最年长的妻子是谁？苏荃。圣经中的物品，根据上帝指示建造的大船，躲避大洪水的灾难。诺亚方舟 （Noah Ark）。歇后语：王八吃秤砣。下一句是。过。成语比喻方法不对，无法达到目的，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过，不对。德国小说《德莱塞著》，平民葛哈特的大女儿珍妮。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拜孙氏表为师的是王勃、卢照邻。好，恭喜过关。吓死我了！你把我吓死了。哎，我觉得。像这样题目他会答，但是像那种非常简单的他过啊。王八吃秤砣，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装象吗？装秤吗？铁了心吧？铁了心吗？对啊，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啊。不知道哎。然后还有前面那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我笑他人看不穿。现在想起来了，那么简单的东西我竟然没有答出来，打我打我。快点，你有五十秒时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加油加油加油。芝麻开门，兄弟，兄弟，加油！加油！打打打打打打！加油！我得打会，快点，快点，快点！加油！好好好，再飞，再飞，继续飞，继续飞，飞飞飞，继续飞！加油，飞快一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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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快点！好了好了，要准备出来了。准备出来了，好，要准备你的时间啊！准备出来了 ，OK， 快点，东西，赶快跑，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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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哈、哦、破坏东西、啊，哇，对不起他。事实上，他最后还剩下的时间是十七秒。OK， 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你感觉很自信。还好吧，因为所以你上课的时候也会这样吗？会。你会有什么方式跟同学上课互动？每一轮课的最后，然后要跟学生分别了，所以最大的互动就是会给他们唱一唱歌，或者表演一下自己的才艺等等。光说不练是假把式，能不能唱一个季老师？对，这样好吗 ？OK， 好吧，那就唱一个吧。既然我是教英文的，唱首英文歌好了。英文歌，这首歌可能需要观众们来帮我打下节奏，因为我想唱一个英文的 rap。rap 要是没有节奏的话，那么可能会感觉抓不上调。来，各位一起啊，来 ，step up。Step up, fall back. Sit on the camion, just see I'm for real. I feel it, I can feel that don't appear to you. Let me know. And the guts are flow better with my color show. And that's where it has to be. Honestly, treated it to good, never bloom in my throat. My girl, always before I lie. So don't call me with a compromise. And I found I got a backbone stronger than yours. Yeah. Hey, thank you. Thank you. 对，因为那个节奏打得会有点快。说的是什么事情？说的就是一个女生和另外一个男生分手，但她觉得不以为然，所以的话体现一种非常的自信。对，哦，就是、然后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可以送给大家，我们所有来参加芝麻开门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聪明。歌名叫做 Nobody's Fool， 就是他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傻瓜，所以是非常聪明的。每个人都不是傻瓜，对，每个人都很聪明，对不 对, 对？好，那在第三轮，你们所获得的奖品有防臭鞋垫。
送给你了。很好啊，就还有给你用啊，家里面味道都是怪怪的。就非常适合你啊，你不是很想要那个吗？喜欢旅游吗？非常非常喜欢。喜欢旅游是吗？对，刚刚恭喜两位获得了一个旅游的大奖。南京一日游吗？还真的是南京一日游哎，不错。来，我们这趟都没有进城，来下次用掉。对，很好。好，那所以三轮过后，你们要不要往继续往下冲？要继续往下冲，对，继续往下冲是吗？对，至少要把那个游戏完成，要把那个车推出来。对对。好，来看一下题目。既然刚才唱了那么多歌，那么就答个音乐吧。好，音乐题。90秒答对6题，算过关，准备好了吗？好，预备，答题开始。流行歌曲王力宏演唱这一首简单的歌。就是一首简单的歌。国内男歌手翻唱《为爱痴狂而知名》，左眼皮跳跳。那个金志文。打击乐器原为佛教梵吹伴奏乐器，外形酷似木鱼。木鱼。流行歌曲原唱是 Vitas 无字歌。那个Opera 2歌剧二。过。夜夜夜夜，你不必牵强再说爱我。下一句歌词。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泪已经慢慢飘落，反正我的心已经慢慢飘落。过过过。对，音乐制作人前黑豹乐队键盘手王菲初恋男友是。窦唯。窦唯。不是。啊，那个。王菲初恋男友。过。男女对唱歌曲《夫妻那些事》主题曲。经过。经过。演唱的是。遗失的美好，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下一句歌词，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外国音乐家 B 小调弥撒曲12平均律。莫扎特。过。心在跳，听得见你的心在跳。听得见你心在跳，最重要，最重要。好，恭喜过关。好，靠谱。来，70秒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游戏完成了。好。70秒，预备。我就不提醒了，你加油啊！你帮我算时间。芝麻开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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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好，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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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打玻璃，打快一点。时间还有，加油，没有关系，加油。好了，来继续飞，继续飞，继续飞。汽车就差一点点，加油！好累啊，节奏把握得很好啊，节奏把握得很好，节奏把握得很好。打完这个玻璃就跑啊！好，打玻璃，打玻璃，打玻璃！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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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了。打完玻璃就跑。随便抓两个蒙个队就跑，跑跑跑，走走走走走，不要再飞了，随便拿个队就跑。好，对，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时间布局是对的啊，还剩12秒的时间。哎，我累死了。只是刚刚在拿东西的时候，不应该是那样斜着拿，东西掉了。对。好，恭喜，在这一轮他拿到了奖品，有24寸的电脑显示屏，恭喜。那是我的，那是我的。还有就是锅具组合，送给你了。哦，那也是你的 ，OK。送给你了，做饭，蛋炒饭嘛。四轮要不要往下冲？接下来第5轮了。都还没把车推出来，一定要冲。冲是吗？对。好，请看题目。哎呀，90秒答对7题，才能过第。最后一个拿一个比较拿手的地理。地理题。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答题开始。欧洲国家首都斯科普里，巴尔干半岛中部。马其顿。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清朝皇宫庙宇。过。国内城市鲁迅故居盛产黄酒的是。绍兴。国内城市中国煤都云冈石窟是。大同。中国江河发源于天山，喀拉昆仑山中国最长的内流河是。阿姆河。希尔河。不对，不对，不对。中国第三大岛，世界最大沙岛，地处长江口。崇明岛。中国名亭琅琊山，欧阳修。醉翁亭。中国名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石窟。莫高窟的，那个山。敦煌山，凤鸣山，凤鸣山。过。
中国岛礁中沙群岛露出水面的岛礁，2012年中非对峙的是黄岩岛。世界文化遗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晋江平遥古城。好，恭喜过关。朱老师靠谱，很厉害啊，所以他又有了90秒钟。把车推出来不急啊，先把车推到门口，然后随便拿点东西。90秒 ，OK， 预备，帮我计时啊 ，OK。我争取搞定，加油，相信你。芝麻开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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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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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玻璃打玻璃，最后一轮打完以后就会推车了。那一分钟，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加油！好，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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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推车加油！加油！加油！推车呀！加油！大力士，加油！加油！推出去，推出去！手机什么的 ，OK， 还有20秒，加油，加油，加油 ，OK， 加油，加油 ，OK， 不要着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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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拿了就跑，不要贪心，不要贪心，走了。哎呀，哎呀，送人生给我，哇、哦，那我要真的是，谢谢。咋咋啦咋啦咋咋咋咋咋。最后拿了就跑，不要贪心，不要贪心，走了走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你只能出去了，只能全部拿出去，全部拿好，出去了。宝宝非常棒，宝宝很棒，好，很棒很棒很棒。看然，你可以上舞台来，看然，啊，你到舞台上来。对，嗯，对。现在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先听哪一个？先听坏的吧。坏的吧，你就坏的就是，刚刚所有的礼物盒是不能算的，因为你并没有把它拿出来，你是把它那边推出来的，这是个头衔。所有的奖品啊，必须是拿着拿出来。所以在这一轮，你所获得的奖品有车用 GPS， 放车上，对，有胎教音箱。放车上，还要放你的机车，一连10块，恭喜你，好吗？问一下，现在要不要继续往下冲？第几轮了呀？我都不知道。第五轮，就是我已经把接下来是终极挑战，终极挑战，在90秒的时间里面，10道题目两人共同作答，10道必须全部答对。如果挑战成功，场上所剩下的东西都是你们的。如果说你挑战失败的话，前面所有的东西我们要收回。我想让我们看一下题吧，我看我先看一下题目吧，看季老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在题上来。中国名官和电影中的人物职业，嘉峪关、玉门关、娘子关、韩国关。我真的是好，现在我会发现啊，我觉得是这样，场上的观众分成两波，一波呢是继续，一波呢是放弃。我们听一下家人的意见好不好？对对对，听一下表弟的意见。我们的家人一起321，说出你的意见。321。因为穿绿色衣服的是我妈妈，听一下妈妈怎么说吧。是吗？放弃，放弃。妈妈说放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听不听妈妈的话了。我想知道你们最后的选择是，我们那个商量一下，然后觉得那个倒不是为了贪心，只是觉得如果要是有知识没有展现出来的话，会非常的可惜。对，所以我觉得既然有那么一点点可能，还是应该冲一下，就算失去了也没有多少，以后可以赚回来。马上进入我们的终极挑战，给你们看，给你们看，老没有默契，真的是。请看题目，你们要选择的是中国名官。对，中国名官，季老师是地理地。根据提示回答关爱的名字，准备好了吗？你也加油。两个人共同作答，90秒，十题全部答对啊！预备，开始。
北京西北重要屏障紧邻八达岭长城市。山海关、嘉峪关、张家关，张家关过先，到后面再讲。号称天下第一关，娘子关、山海关、山海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的代县李木靠松鲁的是潼关。潼关不对，属汾关、娘子关、玉门关，先过。位于广西省南宁市桂南会战核心的战役是什么关？什么关战？虎牢关。不对，这关非常有名。过。玉门关。位于河北省娘子关、娘子关。古丝绸之路重要的关在是玉门关。玉门关。号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西端的起点。嘉峪关，西端嘉峪关。古镇镇南关位于中国越南边境的什么关？那个崇左关，那个边境的那个不知道。过。位于山西省临丘县八路军抗震首次大捷是什么？那个山西省什么的，那个枣庄什么大捷？台儿庄。不对，八路军首次抗战大捷。先过。过。位于河北省易县，号称是济南第一雄关的什么？济南关、玉门关、西南关。不对。过。北京西北重要的屏障紧邻八达岭长城的什么关？没有关系。山海关。实在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关。不对，张家关。八达岭关。承德关。不是。五四。嘉峪关。密云关。时间到。没关系，很好，没有关系了，没关系。紧邻八达岭长城的这个关，对，多学点知识，叫做居庸关。去过。非常的有名。而李牧抗击匈奴的位于山西省的忻州市代县的是雁门关，还有桂南会战核心战役的这个关口啊，是我军，就是中国部队跟日军啊反复争夺的，这个关口叫昆仑关。哦，原来在广西啊，这个真心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真心不知道。还有中越边境的这个关叫做友谊关。哦，这么简单，这个应该猜。但是我觉得这道题里面答对的是不应该的。山西省的临丘县的八路军抗战首次大捷的，它是平心关大捷。哦，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什么都拿不走了。对，不过感谢我自己的风采。对，今天他就过来赚上进的时长。对，还比别人多了一些时间。我只想跟你最后分享一句话，好不好？好。有的时候啊。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是的，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好，谢谢，谢谢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选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哥好，欢迎朋友，你们好。两位好。出场的服饰很特别哦，来赶紧自我介绍一下。안녕하세요저는박홍매입니다。大家好，我叫朴红梅。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北的黑白胖胖组合。所以你是中国人对不对？对，朝鲜族。对。你这个服饰好漂亮啊。这是我特意为了结婚专门定做的，然后是我第一次穿它，所以它的第一次献给了芝麻开门。刚刚定做好，空运到南京。哦，真的。对。所以我们很荣幸哦。这个是朝鲜族的婚礼的时候穿的衣服，对吗？对。朝鲜族结婚跟我们汉族结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对，我们会拜行大礼。我就发红包。这个我们也是这样的哈、啊。一般男生就管发红包好了。对。那女生是怎么行大礼呢？要跪在地上，然后向谁行礼啊？夫妻对拜。哎，我们可以拜一下吗？试试看好不好？这样。哇，真是很棒哈、哦，感觉好传统啊。然后彭宇哥，我们这次特意从老家给您带了份礼物，东北三宝之一人参，送人参给我。哦，那我要真的是，谢谢，我会展示一下吗？可以。一会儿你可以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吃了了还可以再找我。所以以后我的人参泡饭包给你了哈，包给我，太棒了。俗话说得好，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放心，待会儿在游戏过程当中我会罩着你。 OK， 好不好？那今天两位想到这边来拿点什么东西回去啊？随便说随便说。那我就是不客气了。电视机电视机怎么样？想拿走。车车啊，冰箱冰箱。我们就是冲着那个家电大奖来的。家电组合。 对， 对， 对，拿走拿走。不用答题吗？不用答题。那我不玩了，可以再玩了。开玩笑了，这个都还是必须经过一些考验。好的，对不对？好的，要展示自己实力嘛。对，是怎么样分工的？首先还是我来答吧，因为答题。对，我老公知识面还是要比我广，所以我先答简单的。先把简单答完，然后呢把后面的比较难的留给他。对，好吗？嗯，好，那就互相鼓励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了。好，芝麻开门全是宝，能拿多少拿多少。好嘞，加油啊，放我进去啊。接下来我们首先是一个热身题，六十秒答对三题就算过关，准备好了吗？好了，预备，答题开始。这是七个字的一部电影。电影电视，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字。是。穿 Prada 的女王。恭喜，这是三个字一个游戏里面的人物。游戏里的人物。对，而且我印象当中还是那个。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的一个游戏。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先过吧，先过吧，看看这一个，这也是个游戏动漫，这三个字的。这个咱们总玩那个叫。七龙珠吗？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小鳄鱼，不是。不是小鳄鱼，是小什么？啊。是小什么？小什么？小巨鳄。不是小巨鳄。小啥？小什么？小啊！她是性感猫女，她还会撒娇卖萌。欺负我！但她的火辣热情却让彭宇招架不住。待会儿我打针亲我一下。你就是我的燃烧。哥哥，你身上好香啊！第一次在台上被个小姑娘调戏了。又是什么表白让彭宇终于崩溃？英雄，你放过我吧，英雄。更多精彩就在明晚芝麻开门。小啥？小什么？小啊，肯定不是小洗澡。小洗澡时间到，他的名字叫小顽皮。小顽皮啊，小玩的那个鳄鱼洗澡的那个游戏。没关系没关系，道具我可以不用的。道具无所谓。对，道具无所谓。最主要是待会闯关的时候啊能够闯过去就好了。来看一看你要选择题型是什么。历史、文学、地理、影视、体育、音乐、科技和生活。你先选一个你比较拿手的吧，只要放我进去就可以了。拿手的，选科技行吗？科技，你拿手的是科技吗？我感觉你好像就有个手机，其他你跟科技沾边吗？可以啊，选科技吧，就选科技吧。九十秒答对三道题是吧？是的，科技题啊，九十秒答对三题，你的搭档就会有十秒的夺宝时间。加油！预备，答题开始。冷兵器周杰伦同名歌曲李小龙常用的武器是那个快使用双节棍吼吼嗨嘿双节棍。古代科学家出家僧人编制大眼力过过过。 IT 俗语直译为臭虫线多指程序漏洞或缺陷是什么？ IT 俗语直译为臭虫臭虫臭虫不会就过吧不会就过吧。生物技术将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使其向人类预期方向生长的是遗传啊不不不将修饰过的基因导入生物体过吧过。老公怎么办？安强时客户识别模块的缩写储存移动电话客户信息的是什么？过过过过。通信术语广泛用于军事战争中行动前关闭无线电联络。加速加速快点快点。数字常识数字上的一个数到原点的距离表示为二。快快过。星团伽利略发现的又称蜂巢星团是什么？过过快快过。疾病主要疾病是高血糖胰岛素注射。糖尿病。地质年代即以红色三层岩石层命名的裸子植物的兴盛时期是什么？那个侏罗纪。不对不对。二叠纪，不是的，三叠纪，他就是过关了，太棒了，你太棒了，这偏题你都会，一身汗呐、啊，
我跟你讲，如果这一轮他没答过的话，这个人生我都不好意思收啊。好了，你加油啊！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没问题，我进去就出来啊。十秒钟，预备。哦，加油啊！啊，好紧张啊！芝麻开门，加油！十秒钟，快快快！这什么？我以为他要冲那儿跑呢。他搬出来的，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我觉得他个头大，我就把他搬出来了。恭喜你获得的是彩色打印机。哇、啊，这个用得上，这个用得上。对啊，可以打印照片啊。对对对。嗯、啊。那么，再接下来可以能量互换吗？可以能量互换。来，接下来可以上舞台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欢迎哥好，好，这一回能量互换啊，只要答对四题就算过关，非常非常简单，好不好？非常简单，好好好，来，请看。历史、文学、地理、影视、体育、音乐和生活。我选个音乐吧。啊，可以。音乐题啊，九十秒答对四题算过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答题开始。《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胡歌演唱《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这个我好像会唱。快点啊！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六月的雨，六月的雨，对吧？六月的雨。台湾女歌手，原名是徐淑娟，《爱上的眼睛》。这个我老婆最爱唱了。离开你，离开你，我才发现。是阿莎，林俊杰，啊，女歌手，女歌手，徐若瑄。好，公益歌曲，郭峰创作，百名歌曲合唱，轻轻地捧着你的脸，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不会就过吧，别耽误时间了。啊，过过过过过过。台湾女歌手，铁肺歌后，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哦，这个结婚的人都应该知道，彭佳慧。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赵薇演唱，讲述离别的心情的事。离别的心情，啊，这个我们特别应景。离别的车站，对吗？离别的车站。恭喜过关。耶耶。老公，我现在特别紧张。你别紧张，别紧张，没关系。我告诉你一种不紧张的方法，好不好？好好好。你现在啊，目向前方，然后心里面想一句话，你就肯定不紧张了。啊，好。就是人生别白送，你肯定就不紧张了。OK 了啊。那你有三十秒的时间，你要拿这个家电三件套的话，它相对应的游戏是一个神鞭的游戏。神鞭。选手先将鞭子系在腰上，通过旋转鞭子打落六个柱体上的易拉罐。当六个易拉罐全部被打落后，选手才能拿着钥匙解锁相应的奖品。此游戏可以累积完成。三十秒，预备，加油加油，不要太贪了。芝麻开门，快先你找到那个绳子。啊！不要着急，你不需要急于完成，那转起来，一定要注意时间，转起来，先转起来，好，漂亮，好，不能用手碰啊，不能用手碰，哎，好，两个不能用手碰，快，两手要举起来，好，拿什么拿什么，快，加油，啊，够了啊，哎呦，我太刺激了，还有多久？还剩五秒钟，哦，太险了，好了，那个小梅，你可以上来了。啊，我腿都软了。你玩的真好。我还以为这个是死的，我寻思。我知道朝鲜族应该会能歌善舞啊，平时都会唱歌跳舞啊，啊，力郎啊，对吧？啊，那你会吗？啊，会。你会跳那个舞吗？啊，可以。那给大家表演一段好不好？好好。咋的咋的咋咋咋。咋的咋的咋咋咋，不走跟不走跟你呀，咋咋的咋的咋的咋咋咋。我一句都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哈。就是无条件，无条件，无条件为你。无条件用那个。不走跟。不走跟。啊 ，yes。不走跟，不走跟。啊。有时候啊，我们看那个韩剧，我发现啊，就是模仿。朝鲜族人或者是韩国人讲话其实挺简单的，一般男韩剧里面男生发脾气，眼睛一定是看上方的45度角，然后嘴巴要嘟起来，砰，中国。
同时我还再报一下他们第二轮拿到奖品有真面美容器、按摩棒、拍立得相机和婴幼儿食物调理器。接下来的话重点是一定要把那一套新家电搬回去，对对吧？是是是，省得买了嘛，省得买了。来，互相鼓励一下，马上开始。啊，老公，我害怕。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一定不用害怕啊，不用害怕。好，来，请看。你要选择一个题型。选生活吧。好，生活题，90秒答对5题算过关，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预备，答题开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提味蔬菜，俗称。盐荽，张骞出使西域时传入的葱，葱，什么？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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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不对，酷。运动项目皮船足步筏，顺水流动，皮划艇，什么？皮划艇，不对，顺水流动，什么呀？漂流。要不要过？好，化学制品防止食品腐坏变质，亚硝酸钾，二氧化硫。过过过过过过过。远古动物杯壳纵分为三部分，寒武纪出现，二叠纪绝灭的是。那个恐龙。不对，远古动物。远古动物。不行就过吧，没有时间了，快快快快快。购物网站创始人是马云，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那个阿里旺旺。不是不是，咱们淘宝。对对对，鱼类原产于爪哇岛、婆罗洲，用亲嘴来斗争的。快快！日本传统料理石生各类鱼片主要的原料是海鱼。快快快！刺身，这快！刺身。王石、潘石屹从事的行业是？房地产。好，好。吓死了！吓死了！你有50秒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游戏，好好好，老公你一个一个打，50秒，预备，芝麻开门，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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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转起来，先转起来，快点，先让它转起来，高了一点，高了一点，太高了，不能用手，不能用手啊，你先让转起来，你先没有转起来的话打不到的是，先转起来，利用惯性，好，漂亮，先转起来才行，好，漂亮，对，先转起来啊，已经慢慢掌握到诀窍了，好，还有最后一个，还有最后一个，好，好，拿钥匙，拿钥匙，钥匙，钥匙，注意你的时间，注意你的时间，一定要注意时间，千万不能被关注了，老公，我还得拿点东西就走吧。还剩5秒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抉择是正确的。好，吓死了！他如果想去开那个锁的话，肯定就会被关在里面了。三轮过后，两位已经把神兵游戏完成，现在只要开锁就可以把它推出来。要不要继续下去？老公，继续吗？但是你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你挑战失败的话，前面所有东西我们将收回。怎么办呢？啊，我也不知道了。怎么办啊？我能上去，我俩商量商量吗？可以商量一下。好，那我上去了。第三轮获得的是碎冰机一台。碎冰机。也挺好的。怎么办呢？我们继续还是放弃啊？我们看看题吗？历史、文学、地理、影视和体育。都不太擅长了。那放弃有点太可惜了。现在他们碰到这个状况是最尴尬和最纠结的，你如果没这个游戏没有完成也无所谓了，要完成了就摆在那边了，你们自己想一下。长乐啊，关键实在没有擅长的题目了，对，然后我们还是选择放弃吧。放弃是吧？好，尊重你们的选择。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两位，也祝愿两位这个新婚快乐，好不好？早生贵子。好，谢谢谢谢谢谢。她是性感猫女，她还会撒娇卖萌，欺负我，但她的火辣热情却让彭宇招架不住。待会儿打这里亲我一下。你就是我的人生，哥哥你身上好香啊。
在台上被个小姑娘调戏了。又是什么表白让彭宇终于崩溃？英雄，你放过我吧，英雄。更多精彩就在明晚芝麻开门。如果你也想来现场拿得这么多的奖品回家，如果你也想来现场来感受这一份快乐，不妨按以下的方式来报名了。同时呢，你可以在百度上面来搜索芝麻开门，来参加我们的搜商大考验的活动，用你的搜商来赢取上芝麻开门的机会。记得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她是性感猫女，她还会撒娇卖萌，但他的火辣热情却让彭宇招架不住。待会儿打针亲我一下。你就是我的人生。哥哥，你身上好香啊！第一次在台上被个小姑娘调戏了。又是什么表白让彭宇终于崩溃？英雄，你放过我吧，英雄。哥哥。更多精彩就在明晚芝麻开门。